你知道吗？妮妮的主人就是小马宝莉联动皮肤里的苹果嘉儿。今天我和学姐研究了很久，我们发现了这个秘密，小伙伴们点个关注，我来把这件事情告诉你。众所周知，苹果嘉儿有一片果园，而妮妮就在里面工作。我们都知道苹果嘉儿身体是橙黄色，并且她非常喜欢苹果，因为她的标志就是三颗苹果。她的果园非常的大，她还养了一只非常可爱的动物，这个动物名字叫莉莉，和苹果果儿的关系非常要好。而且我们在角色中发现，妮妮就是给苹果果儿打工的一个打工人。小伙伴们，你们可以发现妮妮的手指里面有泥巴的黑色，小伙伴们你们有没有发现？并且妮妮的角色技能就是勤劳的原始人妹妹，干活特别积极，而且她的采集速度，也就是摘苹果的速度非常快，所以说她就是苹果嘉儿的仆人。